梦到打小孩是什么意思？梦到自己在打小孩子，一方面表示近期有人向你一味的勒索，另一方面也是暗示你有虐待小孩的想法，所以一定要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创业的人梦见打小孩，可能表示近期事业的进展较慢，但有才可得。怀有身孕的人梦见打小孩，预示有可能会生一个男宝宝，但切记不要提拿重物。准备考试的人梦见打小孩，意味着很可能会被录取，但不可太大意，要多温习。打算出门的人梦见打小孩，建议推迟出行日期，有机会再出门。